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主席，我發言是反對黃毓民議員對2015年選舉法例雜項修訂第二號條例草案，下稱第二號條例草案第五條及第十二條提出的修正案。就第五條而言，黃毓民議員提出的修正案的第一部分是旨在修訂第二號條例草案第5(1)條的中文文本，在建議的第37(1)A 條中刪去引號，就為選出行政長官而舉行的選舉而言刪引號，而代以引號，就為行政長官選舉而言刪引號，並以相似的方式修訂條文中關於引號，就為選出立法會議員而舉行的選舉刪引號，開引號就為選出選舉委員會委員而舉行的選舉刪引號，以及開引號就為選出任何區議會的議員而舉行的選舉刪引號的提述。我們在草擬法例的時候，務必是要使有關條文在法律上達至精準，否則是可能出現歧義的，使有關的條文是難於理解。事實上，黃議員提出的修正案，例如建議的開引號就為選舉委員會的選舉而言刪引號，是屬較籠統的表述，讀者是難以理解其意思是指關乎選舉委員會的哪一種選舉，例如是為了選出選舉委員會的委員而舉行的選舉，定是選舉委員會在履行其職責，即是選出行政長官的時候所進行的選舉，是容易是產生這個誤解的。反之，第二號條例草案的建議的原文，例如開引號就為選出選舉委員會委員而舉行的選舉而言刪引號，則是清晰準確，並且是同現行的不同選舉法例的有關表述方式是一致的，是不會構成任何的歧義。此外，黃議員擬議的修正案只是對第二號條例草案中的中文文本是作出修訂，並沒有在英文的文本作出相應的修訂。如果這個修正案是獲通過，例如修正案建議的開引號就為選舉委員會的選舉而言刪引號，它的英文文本是將會沿用 For an election to membership of the election committee， 有關的英文文本呢將是仍然十分清楚，是指關乎選出選舉委員會委員的選舉，但中文文本就會帶出剛才我指出較籠統而且是易生誤解的效果，繼而呢可能會令經修正的條文中的中英文文本之間意思有所出入，將來在詮釋條文的時候可能會引起法律爭議。至於第十二條，黃毓民議員的修正案第二部分是旨在刪去第二號條例草案第12(2) 條，正如我在恢復二讀辯論的發言指出，第二號條例草案的其中一個政策目的是要更新選舉委員會界別分組和相對應的立法會功能界別的選民基礎，這個是按照我們一貫的做法，在選舉委員會界別分組一般選舉舉行之前，是按需要對一些界別分組和其相對應的立法會功能界別的選民基礎作出純粹技術性的修訂，以反映各界別的最新的事實的情況。例如，如果有定名團體已經是更改它的名稱，就應該相應更新這些團體在法例上的名稱。如果有團體已經停止運作，即是應該從選舉法例中移除有關團體等等。第二號條例草案的第三部，即是第八條到第十四條的目的，正是為更新這些界別分組和功能界別的選民基礎而作出的修訂。政府提出第12(2) 條的目的，是因應航運交通界功能界別的一個定名團體，叫做新興台的士從業員聯會，是已經更改了它的名稱為新星的士從業聯會，因而是對立法會條例第542章附表 1A 航運交通界功能界別的組成是作出相應修訂，這個純粹是為了反映這一個團體已經更改它的名稱而作出的技術性的修訂，和我剛才所述的第二號條例草案的政策目的是完全相符，而有關的名稱的變更亦都已經反映了在2015年發布的正式選民登記冊之上。黃毓民議員提出的修正案是要刪去這一個條文，我們認為黃毓民議員的修正案和第二號條例草案的政策目的是背道而馳的，
假使修正案是獲得通過，將會令有關法例不能夠反映該團體的最新名稱，引起不必要的混亂。基於上述的原因，我懇請委員反對黃毓民議員的修正案，以保留第二號條例草案第5條中對不同選舉的提述，以及原有的第12(2) 條，使到相關選舉法例能夠準確反映有關的政策和有關界別的最新的事實的情況。我謹此陳辭。黃毓民議員，你是否再次？即係係咁以呢個回應下嘅，係咪？咁啊啲幕僚幫你寫嗰啲，你照讀嘅啫，係嘛？咁你都冇去切實回應我的問題，數下個字數就得噶啦。好啦，你講英文，我哋不嬲認為嗰個英文文本係好確切嘅，係咪？係好少即係質疑嗰個英文文本嘅。譬如我哋喺嗰個審議期間咧，即係所有嘅法案委員會都係嘅。我哋好多時候就揾個英文嘅文本同中文嚟做一個對照。點解個英文文本可以寫到咁清楚，而嗰個中文文本譯嘅時候真係冇咁清楚，同埋會累贅咧？你頭先個講法咧，即係揾嗰個英文文本嚟講，英文你唔改埋，喂大佬，佢嗰個係好清楚、好確切，真係講佢做咩？簡單道理啫嘛，係咪？咁當然啦，這個修訂案即係。因為是分組投票的，係嘛？咁啊，喺你呼籲底下，咁啲人梗係唔會支持我噶啦，係咪？不過我就同大家講下道理嘅啫，係咪？啊，有啲嘢我哋成日去評論一啲問題嘅時候，如果我哋係出於一個基於一個客觀事實而做一啲主觀嘅判斷咧，咁呢個都會係有個人嘅個價值判斷喺度嘅，係會有爭議嘅。但係有啲嘢咧係冇爭議嘅，正如我話你光頭。我話我靚仔，呢邊有爭議嘅啫，係咪先？係咪啊？客觀事實嚟噶嘛？譬如我話鍾樹根啊，呢鑊唔敢退黨冇吉屎，嗰啲冇爭議噶嘛，大佬係咪？但係有啲係有爭議嘅，咁啊大家又各有各拗咯，係咪？喂，我將嗰個文字改得清通少少啊，你都唔啱數。你都叫人唔好投票，咁我冇計啦，係咪？咁我以後繼續都會喺法案委員會度。搞到你天，不過冇得繼續啦，我選唔到就咁啊！搞到你天翻地覆都仲得啦，係咪先？係咪？我哋已經係好講道理嘅，提幾條成本，因為成條條文有好多嘢。如果我夾硬要嚟咬文嚼字，有排搞啦。喂，主席好多都會批嘅我啦，就唔會話我瑣屑無聊啦，係咪？所以我希望咧，即係再一次講啦，即係。政府應該真係審慎啲考慮一下呢啲咁嘅問題啦，即係正如主席喺即係裁決呢個版權條例，即係我提出903項修正案嘅時候，佢一篇好長嘅啊嗰啲裁決書嘅，其中佢有一段都提到，即係黃毓民議員所提嘅呢啲修正案，有關呢個中文文本係值得即係嗰個修訂咧，或者嗰、那個即係佢對呢個中文文本啊要力求確切啊，即係清晰。呢啲咁嘅意見咧，係值得呢個有關當局去參考嘅，係咪咁講過啊？係咪？咁所以我喺呢度咧，即係懇請啊，即係政府當局啊，從善如流，係嘛？跟住你即係草擬啲相關法律嘅時候咧，即係用多啲腦啦，嚇，係咁啊。